吹过，透露谁的寂寞。岁月悠悠，爱恨交织难说。流光似水，笑我不懂情深意浓。错过的爱，谁来挽回？几番风雨，忘不了你的泪。他离的梦，深锁一生的情衷。繁梦无数，都是尘土。再没有谁能走进我心深处，痴情为你，炙热的爱已烧尽，痴情为你，只剩一杯我所有，痴情为你，最心刺痛谁能懂，回忆伴我东奔西走，身体无儿，与年事已高，而年轻力壮之无儿，则长期在首都逍遥，沉迷酒色，对父母妻儿日在危殆之中而不闻不问，不知如青叶门心，可有愧意否？这话他父亲怎么说？他爸保证说会准时的举行婚礼的。那你还紧张什么劲儿？爸，我是怕当时他可能是在应付我。我谅他也不敢。如果他悔婚的话，那咱们家可丢不起这个人的。你现在才知道丢不起这个人呢？当时你为什么要揍他？哼，你是中了魔还是中了邪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什么正事不做，净小子给我惹麻烦。爸，我向你保证，在我娶了李薇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做事情的。哼，好好做事。哎，你要是能够在事业上闯出一点名堂，李薇也不会不愿意嫁给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相信你最后一次。哼，罗胜天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有高堂父母在，你未尽人子之责；有稚龄子女，你未尽人父之责；有妻子，你未尽人夫之责。在爱情上，你又不像黎薇那么坚强，你逃避在音乐的世界中，假装忘记了一切。在朋友的面前，你可以抬得起头来。快下决心，放下儿女私情。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他一下？我姓林，我是林薇的母亲。林夫人，请进，请进。谢谢你。
李小姐，我刚跟你说的一切，完全都是真的，不是盛体他故意想把我拉着一起，而是他觉得我也觉得很内疚，很难过。我今天再次的来打搅你，告诉你事情，希望对事情有所帮助。我希望你们俩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要谢谢你特别跑了一趟，真的谢谢。 不敢的，我是以赎罪的心情来，请你原谅。我希望你跟身体能够有个圆满的结果。来了，来了。陈小姐，你好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要我是想来谈谈我们之间的问题？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。小心，对不起，打扰你。小心。对不起。姐，我不懂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来我对你的情，在你来说，只是不懂。 姐，你误会我了。若你真心我，不要再接近你了。你真的误会，我是为了朋友才。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有些忙是连朋友都帮不上。少爷。 找你有事，请坐。沈迪，我今天很冒昧的来，主要是告诉你，小薇决定要跟石吉解除婚约了。为什么？你心里应该很。 小薇当初决定要嫁给世杰，也全是为了你。你应该很清楚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结果会这样。我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。现在闹得他父亲要跟他脱离父女关系，而且他还告诉他，就算他解除婚约，也不准他嫁给一个有妇之夫。 我说的话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明白。那你就应该替小薇多想想，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，她该怎么办呢？可是我……难道你就没有责任？可以完全不负责任？我不是不负责任。 我也不想小薇受了伤害，可是，那你就应该拿出勇气，面对现实，解决问题呀。沈婷，我不是有心要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只有小薇这么一个女儿，你爱她，可是我更。 我不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女儿每天在痛苦中过日子，沈迪，你能够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情？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痛苦，一天天的憔悴下去，我心里真的很难过。 就好像是一把刀，割着我自己，所以今天我才不顾颜面的来找你，沈婷，就算是我求你，伯母，伯母，你不要动，别急。
答应你，我想办法解决我家里的问题。我一定做不到。谢谢你。你约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啊？如果你想娶黎薇的话，请你加快脚步，因为除了罗胜体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是谁啊？方志。你跟他的感情很不错吗？是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跟黎薇早点结婚，让他心里安定下来，能跟我在一起。方俊他根本就没这能耐跟我争黎薇。我预祝你婚姻幸福。谢谢。这次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我们要利用他们这次集会的时间，将他们诱回感情。现在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分批演进那栋屋子。对表。现在是9:11，我们一定要在9:45准时到达开始行动。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出发。行动一定要隐秘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我知道。谁？我刚好要换衣服。哎，怎么这么晚了？你还要出去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明天就要去香港。他约我现在跟他见面谈一笔生意。哎，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小心，我先过去啊。哎，方俊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好啊，等我回来再说。还说什么？我说我们结婚。我是想，现在时局那么乱，如果我们结婚，就可以在一起吗？你不喜欢我啊？哎，小心，我当然喜欢。我一定会跟你结婚，然后我们离开这里。好，那我等你哦。我不会辜负你，会做一个好太太。好，记得答应我，不可以离开这里。啊，我去去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走了。竟然敢写这封信给玉芝，简直是昏了头了。没有得到我的允许，他休想把玉芝休掉。玉芝哪点不好，哪一点对不起他，他要把他休掉。我念给你听。快快快！为此，我内心深感愧疚，实不愿误你终身，是出此下策。这简直是混话！不行，我要到南京去。亲自问问他是怎么个愧疚法。老爷子，你跟他发那么大的火，气儿他。你不要管我，他以为天高皇帝远，我就管不了他了，我非去不可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老爷子，我求求你，他一定有他的苦衷啊。什么苦衷？他现在是得意忘形，忘了他自己是谁了。我宁可不要这个忤逆不孝的儿子，我也不能不要这个媳妇。你放开我，不要管我！我求求你饶了他，你不要去南京。他就不要管我！哎哎，老爷子！
老伴。你怎么了？老伴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老伴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告诉你，兄弟，希望你不要怪我不遵守诺言。是也好，我本来就不应该把你拖下水。那倒没什么，只可惜我们弄巧成拙，反而害了你。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力了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少爷，少爷，有您的电报。得教训你一顿，爹，求你不要打！你把你娘给活活的害死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以为跪在这儿磕几个头，事情就过去了吗？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！爹，我求你饶了他，你就不要再打他了。你还替他说情？他对不起你娘，更对不起你呀！让开，让开！老爷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求你，你要自己多保重，不要气坏心。这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爹，我求你就饶了他，不要再打他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你媳妇儿说的。你惭愧不惭愧？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呢？啊！老爷，您这个，我扶您得歇息歇息吧。你给我在你娘的牌位前好好的反省，你做的对不对？跟您说了，罗胜提他绝对自己会解决自己家庭问题，你这点还在怀疑吗？是啊，小薇，胜提跟我说的真的是很诚恳。那是在他母亲还没有过世之前，现在他回去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李薇，这点我向你保证，罗胜提他绝对不会再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匆匆忙忙回北京的时候，还特别跟我说他的决心。李薇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怕已经太迟了。小薇啊，只要你答应不离开这个家，耐心的等他回来，你爸爸那儿由我负责。我绝不会让他逼你再嫁给。伯母没关系的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嘛。我哥哥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妹妹看待。为了李薇，我不希望她嫁给我哥哥，只是怕我哥哥，他不会那么善罢甘休的。
老爷，您回来了。嗯，宋少爷。好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你回去吧。我要见黎薇。太晚了，也许她已经睡了。是啊，宋少爷，我们小姐很早就睡了。您……啊，宋少爷，我可没有意思赶您走啊。 爸爸，你父亲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哎，爸，这个你就不要介意了嘛。今天我爸爸他多喝了一点，这话里头呢都有点醉言醉语的。酒醉，心不醉。 你放心吧，你等着做我乘龙快婿好了，我会成全你的。爸，那我就谢谢你。将来我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你。啊，爸，我看今天你也喝多了，我扶你到楼上去休息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没有醉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你回去，你回去。 那我就回去了，爸。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允许我爸爸和我这么做，因为我心疼黎薇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毁了这个家，尤其是你的闺女。再见。 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，李薇，我跟伯母这样劝你，你还不听，我没办法了。我好，我听你们的。 我等他回来。真的？对嘛，这才是妈的闺女，你在我身边，我才放心。好了，我任务完全了，我得走了。诗姨，真是谢谢你了。谁叫黎薇跟我说患难之交，交友不慎。哎，诗姨，以往我帮你的时候啊，你跟谷少凡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可扯平了吧。伯母，我要走了。 如果你爸爸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妈，爸爸不会有事的。齐天天下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伯母，伯母现在怎么样了？还不知道，我真不明白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真是想不通这个道理。是啊，实在没有理由，好端端的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，伯母，今天有什么人来看过黎伯父啊？也许跟朋友有关。爸，爸爸晚上约了什么人吃饭？他好像是约了你爸爸吃晚饭。约了。
我爸爸吃饭。嗯，本来他是要跟你爸爸谈谈小薇跟石杰的婚事，没想到一回来就……是，爸爸一定不会有事。林太太，爸，怎么样？你们可以进去看看呢。啊，谢谢。子恒，子恒，你醒醒！我在这儿，我们大家都在这儿呢。子恒，喂，子恒，我对不起你。小薇，爸还哭呢。爸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你们就知道，刚刚我跟妈多么为你担心。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去死，还要让我回来，要面对你们呢？子恒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告诉我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宋仁，他不是个东西。他贩卖军火，拖我下水，还骗我说这是做正当的生意，还打我跟陈小贤的关系。爸，既然你已经发现了，你可以尽早脱身，还来得及呀。来不及了，他还要挟你，要你履行跟师姐的婚事，否则的话，他要让我身败名裂。我爸爸竟然这么无情！好，我去找阿理论。谁？谁？谁？好好保重。谁？谁？还知道叫我一声爸爸啊？你没忘了是我们宋家的女儿？你吃里扒外呀！哼，你已经为我们宋家丢了一次人了，你现在还想来质问我？啊，庆珠啊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哎呀，老爷子，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？让他们立刻给我滚，马上给我滚！我不许这种不仁不义不孝的女儿进我们宋家的大门。爸爸，不要叫我爸爸。我不走。爸爸，今天我不是为我们来的，我是为李薇跟李伯伯的事而来。对，我可以不管。如果我不珍惜他的名誉跟声望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惹您生气。可是哥哥，哥哥他争强好胜，非要娶到李薇不可，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愿意爱你，是不是要嫁给他。诗音，既然是我自己嫁的事，由我来跟宋伯伯说。宋伯伯，我求你饶了我爸爸。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。李伯伯，难道您非要我明说吗？我爸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，差点就活不成了。能不能求您给他一条退路？跟我什么事儿呢？真是！求您给他一条退路。这跟我什么事儿呢？真是！爸，这婚姻是出于两厢情愿的，
不能出于威逼或用手段来达成目的。这样子婚姻怎么会幸福，怎么会长久？你这样帮他们，等于害他们，将来他们会恨你。臭要饭的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宋家跟你这姓谷的臭要饭有什么关联？啊？问你啊，你跟爸爸是用什么手段逼逼波波答应婚事的？你这臭丫头片子，你还脸回来说话？我告诉你，咱们宋家脸全给你丢光了。我只是忠于自己的感情，而你，你却用那种手段来逼婚。啊！石心，我看你简直目无尊长。你为什么打石心？我打他怎么样？你这臭要饭的，她是我妹妹啊，她是我太太。你要再动手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反了，反了，全反了。你们眼睛之中还有没有我？谁？你现在马上把这臭要饭给我赶出去！谁？我走。现在我总算看清楚他真面目。我还没有嫁给他。我告诉你，做人你最好积一点德。最喜欢的鲍鱼鸡丝粥，尝尝看。嗯，万云啊，这两天辛苦你了，谢谢。哎，还说什么谢谢呢？都是夫妻嘛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万云啊，你真是个好太太。都只怪我，人在福中啊，不知福。你现在还来得及惜福啊，万云。如果我真的那么走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怨你，我会怨你一辈子。万云，请你原谅我。如果我再有机会的话，我会重新来过，我会好好对你。不会再惹你生气了。好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们可以再重新开始吗？如果宋正转过头来对付我，我哪还有脸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呢？他毁了我的名誉，根本就是逼我要死去。我去求求宋振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想他总会给我这个面子的。我也一直担心小薇，怕他受了委屈，所以我跟宋振讲解除婚约，可是已经迟了，现在谁去求他都没有用了，我已经陷入他们那个非法的勾当。好了，你也别这么悲观。我想宋真不会这么绝情，难道他真要置你于死地吗？别难过，吃点东西。小薇。小薇。宋真，他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。你怎么有把握呢？他总不会不给自己亲家一个面子吧？小薇，你说这话是不是决定要嫁给宋时杰了？宋时杰想尽办法要得到我。我对你很爱我，嫁给一个爱我的人是不会错的。可是，thank you.
已经好了。我早点去，连夜找赶车，会很累的。对了，我想在你走以前，我们有一件事情要解决。一切都听你的，你完全处理好了。不过，我想暂时先瞒着爹，不要让他再伤心了。我想在他身边再多照顾几年。玉芝，对不起。你愿意娶黎薇做你的妻子吗？愿意。黎薇小姐，你愿意介绍宋时杰做你的丈夫吗？天主之名，将二位结为夫妇。
还是要今天，今天。哎，不行了，这样好了。哎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各位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太喜欢这种情趣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才得来不易，我会更珍惜的。太美了，美，美极了。上帝不应该造你这样的美人，来迷惑世人，让人为你着迷，为你痛苦，为你疯狂。三个英文字母的缩写，你就这么爱他，这么忘不了他，为什么？缠绵如春。